日本想住豪华住宿的你请注意，今次为大家介绍位于鸟取大山的豪华别墅酒店。全家酒店只有两间房，有齐私人风雷和露台，还有私人厨师。大山参道 Hotel Itadaki 位于鸟取县大山寺前参道，位置在大山山脚，地理位置方便。这一间酒店的最大特色就是只有两间房。酒店的一楼是大堂，门口可以拎细 postcard， 上面印了大山的景点和特别活动，非常精致，入住人士可以随便拎。三楼以和式设计为主，足足有成千尺咁大。虽然是和式设计，但是入面亦都有两张大床。客厅中间更会有日本家庭独有的被褥，够晒暖粒粒。而厨房的设备都非常齐全，厨艺了得的你绝对可以在这里大显身手。咁我自己觉得呢间房最大同埋最吸引嘅特色咧，就系呢一个私人嘅浴缸啦。咁佢就系一个陶铁型嘅一个风雷啦。咁大家咧夜晚嘅时候咧，就可以当自己一个私人嘅温泉啦，浸喺度浸温泉，然后咧就享受 me time。而四楼嘅洋式套房就细少少，不过都有750几尺，入面同三楼房大致一样，设计上比较摩登。露台前面有个钢琴，房入面的电视仲内附 Netflix 添。虽然呢间房冇私人风吕，但系就有浴缸，仲可以望到大山景色。浴室配备 Pola 嘅冲凉用品，仲有护肤品嘅试用装。隔篱仲有埋洗衣房，设备相当齐全。食物方面，酒店提供多种餐点选择，除了由餐厅外送餐点去到客房之外，亦都可以请私人厨师到客房现场制作料理，有齐前菜、正餐、甜品、水果等等。夜晚想食宵夜的话，酒店入面仲有自动贩卖机，真系超级方便啊！价钱方面，二人入住每晚最便宜34,600日元起，嚟紧会去鸟取的你不妨考虑一下啦。请订阅我哋的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揿埋个钟仔啊！